这些同学怎么在这里打开水啊？有的宿舍楼里没有热水间，要到这里打热水。是吗？在这里打热水有时间限制吗？有，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。打热水需要交钱吗？热水是免费的，但是要用一卡通才能打水。好像有点麻烦，也容易烫伤。对，所以现在很多人租用饮水机，直接订购桶装的纯净水。我们留学生也能订购纯净水吗？应该可以的。这是订购桶装纯净水的电话，你可以看一下。